哎呦，太感人了，谢谢。哎，为什么选择这首歌？因为小小想传递更多的正能量。我是随着你音乐的节拍一直在晃动，但是我的眼里一直都有泪水。谢谢您老师。这首歌你是奉献给谁的？这首歌很多朋友都听过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特别感动。这首歌既是唱给我的妈妈，也是唱给天底下所有的妈妈。你这话说得太好了。无论我们在做什么，无论我们多少岁，无论我们贫穷还是富贵，不嫌弃的永远支持的都是我们的妈妈。那你还有什么梦想？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节目给大家带去更多的正能量，学会感恩，珍惜感动。您今天要唱什么歌？一位粉丝朋友点了一首《梦中的妈妈》，我也想趁这个机会把这首歌送给天底下所有的妈妈，希望大家能够用心聆听，感受亲情。到我的身边，用她温柔的双手轻轻抚摸我的脸。妈妈妈妈，我使劲的喊，妈妈就是不回答，好像是没听见。爱人推推我，你咋又哭又喊？我忽然醒来，才发现是梦里面，眼泪不知不觉打湿了我双眼。如果这不是梦多好，喊嘛喊嘛梦里才相见。妈妈见上一面，妈妈妈妈，你是否听得见？再也看不到你那熟悉的笑脸。如果能有来生，我一定要保管。我还做你的孩儿，这是我的心愿。千呼万唤，再想见到妈妈比登天还难。想要得到妈妈的疼爱，只能是在梦里面。多想拉拉妈妈的手，给她揉揉肩。我要妈妈穿得暖，我要妈妈开心快乐笑容的一天。妈妈妈妈，你咋就听不见？多想和你
少年没牵连。妈妈，你再也不能给孩儿洗油做饭，再也不能给孩儿把那衣服穿。失去了妈妈，失去了爸爸。妈妈的召唤，再也听不见妈妈亲切的召唤。